战国是华夏民族史上一个颇具特色的历史时期，诸侯国各自称王，争霸天下，秦国成为了七雄之首，赵国成为秦国东进的主要障碍，历史又拉开了秦赵对立的大幕。客官您慢走。东方为民颠倒衣裳，颠之倒之，自公招之。小如兄，你醉了。兄弟听不懂你说的，听不懂啊。东方为西颠倒上衣，道之颠之，自公令之。你为何听不懂？诗歌而已。你醉了，是你醉了。嗨，我一屠夫哪比相如兄知书达理？兄之能耐可比苏秦、张仪，可却屈居老太监妙贤门下。为兄只是借诗一吐心中幽怨也罢。生逢乱世，寄身患者令府中，以后能与妻儿享受天伦之乐，也算幸事啊。真乃是无价之宝，无价之宝啊！他亲娘死救老天爷啊！我胡杨终于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了。能得此物，我妙贤之大幸也呀！啊！家臣蔺相如曾几次劝说让我把紫玉璧献给大王，可实在是难以割舍呀。若是骗不过大王，这不犯了欺君之罪吗？大王亲临设下，下官吃赢大驾，恕罪，恕罪。妙贤，你可知罪？下官何罪之有啊？哼，胡杨，
妙贤大人，那无价之宝呢？大王面前，难道你还想隐瞒不成？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，知罪。不久前，我在集市上发现一玉璧，非同一般，便以500斤买下，后找玉匠鉴之，方知此玉曾是楚国的稀世之宝和氏璧。本想即刻献给大王，可的确是爱不释手，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呀。若不是你的家臣胡杨，寡人就见不到和氏璧了吧。下官虽藏匿多日，但绝不敢占为己有，只图赏玩之乐。大王明鉴了，大王。苗贤，你犯下欺君大罪，等着受死吧。大王饶命，大王饶命，大王饶命啊，大王。官人，当值的时辰就快到了。寡人早就听闻，这和氏璧乃狱中首器，今日得见，果然如此，圆润无瑕，晶莹剔透，流光溢彩，啊，真是传世之宝，传世之宝啊！我早就劝过大人献出和氏璧，可大人犹豫再三。现如今，是啊，现如今怎能说得清楚？悔之已晚了。先生，本官家臣数十，唯你足智多谋，你有何办法救救本官？救救本官呐！胡杨，你想要什么封赏啊？大王，胡杨忠君爱国，岂敢讨赏？可你毕竟献玉有功，大王一定要赏。胡杨岂敢推辞？烦请大王赏小民方圆百里地就行了。哼，你可真知足啊，胡杨。王族之外，非军功不得田亩之上，满朝文武也只是俸禄。胡杨愿立军功，或许小的却有将军之才呢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去投奔燕国。先生，
你和我一同前去燕王面前，本官竭力推荐，保管你是加官进爵，步步高升。大人如今难以自保，谈何举荐相如？请问大人为何要去燕国？三年前，我随大王去会见燕王。燕王私下跟我说，他想跟我成为最好的朋友，投奔燕国，燕王之所求啊。患者令大人，看来你真的在劫难逃了。先生为何口出此言呢？三年前你是大王的宠臣，燕王屈尊与你相交，现如今你得罪了大王，燕王肯定会绑了你送回赵国邀功请赏。到那个时候，本官明修矣，明修矣。寡人就封你个武长吧。这，大王，和氏璧价值连城，小民献宝立下大功，竟封个小小的武长。大王面前，岂容你市井小人斤斤计较？还不快谢龙恩！胡杨叩谢大王龙恩。还不快快退下！大人可否愿意听我一言？你说。你快说！大王本可当即赐死，既刀下留人，定是另有思量。以微臣看来，叛赵投燕难恕，一臂之过尚存转机。可是胡杨见人讨价还价，惹大王烦恼。区区胡杨不足谈论。可是。对妙贤该如何处置为好？欺君之罪，按律当斩。按律自是当斩，以儆效尤。不过，患者令伴随寡人多年，按说也是赵国的重臣。当今天下虎踞龙盘，秦国时而放我边境。为了一块美玉就斩杀重臣，实非寡人所愿呐。大王，高屋建瓴，所言极是。县令大人，住手吧！大王免你一死，你难道还把自己打死不成？让小的们以后仰仗谁去啊？没逮住狐狸，反沾一手骚。得罪了妙贤，我胡杨定是凶多吉少啊！我可以去秦国。
有道是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今日之天下，非我大秦莫属。若一统天下，必先灭赵。可时至今日，秦赵胜负未决，寡人时时焦躁不安呐。诸位爱卿，可有良策，替寡人解忧吗？大王，赵国不肯归顺，也只是螳臂挡车，请大王再次发兵，微臣愿领军出征，攻下邯郸，荡平赵国。大王，虽然一统天下须先灭赵，但在微臣看来，讲，赵人尚武好斗，自从施行胡服骑射以来，更是以勇著天下，困兽犹斗，穷寇勿追呀、啊！何况现在赵国还远非穷寇，再轻易发兵未必上策。两国交兵，相邦岂能畏首畏尾？哼，操之过急，欲速则不达。大王，我若出师无名，诸国四危，结盟抗秦又该如何？六国统一，只在迟早。请大王三思。小哥，车上何人？客官刚入咸阳吧？说出这个人的名字，能吓死您。他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大秦相邦魏然呐。哦哦，丞相，给丞相上茶。丞相，
今日街头所遇泼皮无赖，不知如何发落。哦，他现在何处啊？捆在后院马棚。据他所说，此人也非等闲之辈，曾是赵国患者令妙贤的家臣，因一块无价之宝和氏璧得罪了妙贤。对，算你小子烧高香，丞相大人要见你。这边，这边。我说你慢点，你慢点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回来，回来。哎呦，快把鞋给老爷我穿上啊！把老爷我拉起来呀！魏然拜见大王。相邦大人深夜求见，是要给寡人献宝的吗？哎呀，大王料事如神呐！今日散朝，寡人就听说有一疯汉手持血书，当街拦车，要给相方大人献宝啊。正是，正是呀。那就呈上来，让寡人见识见识是何宝物啊。其宝此刻仍在赵王手中。嗯，岂有此理？难道嫌寡人还不够操劳吗？大王一定听说过天下第一奇宝和氏璧吧？嗯，那又怎么样？大王若想得到和氏璧，不妨写一封书信向赵王讨要啊。秦国与赵国势不两立，连日来朝廷之上文武大臣议论纷纷，终无灭赵之计。难道寡人一封书信就能要来这天下奇宝和氏璧吗？哎，当然不能白要了。大王可以十五座城池与之交换吗？哼！哎，大王留步。我的亲娘四舅老天爷，丞相大人如此厚待，我胡杨真的是要时来运转了。看来此人所言不虚，并非疯癫之人呐。正是，一点不疯，宵小之徒而已。那天下奇宝和氏璧，寡人早有耳闻，可若用十五座城池换之，也未免太过荒唐了吧？哎，大王，此只不过口惠而实不至。待和氏璧到手以后，那十五座城池给不给赵国，还不是大王说了算吗？如此圈套，黄口小儿尚难瞒住，何况赵国君臣。是啊，赵王若是断然拒绝了这天大的好事，岂不遭天下人耻笑？如此
赵国孤掌难鸣，灭赵岂不是指日可待？大王，微臣深夜求见，实为这灭赵之计呀。如此说来，寡人倒也不吝啬一封书信呢。不妨就差遣胡杨前去赵国，如何？胡杨？对，这胡杨深知和氏璧之根底，赵王难以抵赖。再则，赵王视胡杨如草芥，说不定就会砍了他的脑袋。可胡杨是我秦国的使者，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。赵王如此的失信，我起兵伐赵，岂不是也在情理之中？爱卿不愧是百官之长啊！我胡杨是大秦国使，大秦国使就是我胡杨。快把新鞋给老爷我穿上。还不快把老爷我拉起来。停车！停车！眼前可是患者令妙贤府上的舍人蔺相如啊！怎么，你不认识我？我是胡杨啊！是，我知道你是胡杨。怎么回事？这还看不出来啊！我胡杨现在是大秦国的国使，奉秦王之命前来面见赵王，商讨秦赵两国的大事儿。若讲规矩，你见了我是要叩头行礼的。不过老熟人嘛，初次见面不拘礼也无妨。可下次一定要按理行事哦。恭喜国使大人，相如公务在身，先告辞了。赵王还等着我议事呢，小的们，走吧。就。宣秦国国使胡杨觐见。秦国国使拜见赵王。秦之国使辛苦远道而来，定是肩负重任。赵王
可还认得胡杨？你献玉有功，可为何不辞而别呀？敢问大王，赵国区区五夫之长，能比大秦国使吗？叛赵降秦，大王面前还不跪拜谢罪？大王，这宦者令大人对我恨之入骨，若再留于赵国，恐怕是性命难保。我胡杨投奔秦国，实属无奈。朝堂之上，休得闲言碎语。秦使见我大王何干？此有秦王御笔国书，呈于大王。小人得志，小人得志啊！哎，相如兄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应是见怪不怪，别让一个胡杨坏了你我酒兴。官人不必为此生气，见怪不怪，气怪自败嘛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相如兄，来喝。戴瑶兄弟，胡杨为国使，奇怪不在胡杨，在其背后之秦王啊！哎，你又来了。我将士浴血奋战，难得一成，那秦王竟以十五座城换的一块石头，简直是胡言乱语。大王，切勿轻信呐。秦王欲以骗取和氏璧罢了。秦王之意，怕不全在这和氏璧上。可他究竟意在何为呢？哎呀，大王不必为此分神忧心，待微臣去绑了那胡杨，问清来由，一刀砍了算了。砍一个胡杨容易，要杀进来犯的秦敌，可就难了。两害相衡，取其轻。为了我赵国的江山百姓，岂能计较一臂之得失？秦国一直有吞并六国的狼子野心，相比之下，赵国最为强盛，最为秦国所不容。秦欲灭六国，赵国首当其冲啊！那是不是又要打仗啊？你歇息去吧。但愿是我心中自扰。怀璧入秦，凶多吉少。谁能替寡人担此重任呢？大王，廉颇愿意出使秦国。廉将军，秦赵边境两军对峙，随时可能有战事发生，将军岂能离寡人左右？大王，小人乃行羽之人，出使秦国，这有损国体呀！患者出使有损国体，那秦王以仆为使，就是辱我赵国。妙大人前去，不正是以牙还牙吗？下官去不得，去不得。不过，我可以推荐一人，这人定能不辱使命。谁？家臣蔺相如，此人深明大义，智勇双全，文才武略，能言善辩。大王，不妨一见。蔺相如。这次怀璧入秦，凶多吉少，非能者难以成行。待那蔺相如到来，我自是要试他一试。将军，见机行事好。遵命。
草民蔺相如拜见大王。平身。幻觉令妙贤。在。你可将此事原委告诉蔺相如？详细说过。蔺相如，此事在你看来如何处置为好啊？相如认为应该答应亲王。理由何在？秦王以15座城池换取大王的和氏璧，若答应秦王，秦王不欲城池，则理屈在秦国；若不答应秦王，则理屈在赵国。秦王理屈如何？人心自有公道，秦国多一次理屈，赵国就多一次人心，得人心者得天下。寡人理屈又如何？一则遭天下人耻笑，再则若秦国以此为由攻打赵国，又将国无宁日，岁无宁日，大王也不愿意黎民百姓再遭战火之苦吧。大王若不屈从于秦王，依你看来，那就是大王负了黎民百姓吗？嗯。蔺相如，我看出来你有叛赵降秦之心。大王，相如绝无此心。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，还不跪下来给大王谢罪。大王，相如只是实言相告，若大王不以为然，相如这就告退。大胆草民，你如此长秦王之志气，灭寡人之威风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来人，拖出去砍了。我来。来，大姚兄弟，嫂嫂何事如此慌张？来来来，今日有这上好的猪肉给你。是，大事不好了。什么不好了？侍卫退下。哎，将军，还不赶快给蔺相如松绑？事关赵国大计，寡人有意一试而已。惊扰，惊扰了。哎呀，想不到，想不到，刚才吓死老臣了。可是先生却毫无畏惧，壮士啊，壮士！国之大事，大王慎而行之，也在情理之中啊。好，寡人就差遣你出使秦国。相如兄，那满朝文武为什么谁都不去？那明摆着就是进虎穴狼窝嘛。但姚老弟，谁不想过平安的日子？可世道难随人愿呀。相如身为赵国的臣民，岂能不顾国家的安危？君前无戏言，就算狼窝虎穴，为兄也要去闯一闯。这代饶兄弟，为兄尚有一事相求。相如兄何必客气，有什么你说就是了。你是否愿意与我同行？你是说我跟你一块儿去秦国？此行他人尚难以倾心，你我莫逆之交。相如深知你的为人，
关键时刻，唯戴瑶可信。相如兄如此信任我，戴瑶没什么好说的，大不了一块儿去送死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相如兄，留步，留步。戴瑶兄弟，慢走。官人，你这一去，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可怎么办？相如，愧对家史啊。还真相信一块和氏璧就能换来寡人的15座城池。人心不足蛇吞象嘛。嗯，可寡人至今毫无准备。事已至此，大王不妨先将和氏璧收下。蔺相如他孤身来到秦国，谅他也只能乖乖听命。大王也无需打算，待日后末将夺其城池。嗯，那就即刻召见蔺相如。宣赵国国使蔺相如觐见。赵国使蔺相如拜见大王。把和氏璧呈上来。遵秦王之命。诸位爱卿，也都一饱眼福吧。这好玉知天意，通人性啊！大王得此良玉，定然受上天的庇佑，国富民强，百业兴旺啊！大王，大王！哈哈哈哈哈！让后妃娘娘们也都开开眼界吧。大王，赵国国使蔺相如已将和氏璧奉上，遵请大王兑现国书之诺言，将秦国15座城池奉于赵国。蔺相如，你远道而来，一路劳顿，此刻还是先回驿馆歇息了吧。谢相邦体贴，待相如将那和氏璧的奇异之处说与大王，再歇息不迟。也好。这和氏璧暗中生光，故名夜光之璧，冬日之内可以自暖，床榻之畔可以带炉，夏天自凉，百步之内蚊蝇不入，它可以去尘埃，避邪魅，增福寿。真有如此神奇？正因为如此，这和氏璧才称得上是稀世之宝，大王也才肯用15座城池换之啊。不过，这和氏璧
也有小小的瑕疵，不知道大王看出来没有？瑕疵？如此稀世珍宝，何来瑕疵啊？还是让相如代大王指出吧。也罢，大王得和氏璧，又难识其宝，日后被人取笑，休怪我蔺相如为食言相告了。天机本不可泄露，怪我多此一举。多此一举呀！慢着，寡人听你说就是了。大王果真愿意听我说吗？真愿意。蔺相如，大王有书在先，以十五城换取赵国的和氏璧。相如千里迢迢将和氏璧送来，可大王却绝口不提割城之事。布衣之交尚且言而有信，大王乃万乘之君，岂能食言而肥？竟敢欺骗寡人！今日杀我蔺相如容易，得和氏璧难。你等若用强，我的头颅跟着和氏璧顷刻俱碎。慢了，你误会寡人了。刚才寡人关闭心切，已是忘了割城之事。快把和氏璧呈上来，寡人这就与你商讨割城之事。方才大王坐而受璧，视之如玩物，随意传看，嬉戏不止，显然并无割城之意啊。这和氏璧乃通灵之宝物，理天之法器。我大王为送和氏璧入秦，对他尊敬有加，熏香沐浴，斋戒五日，并请来诸国使节观礼。如若秦王有诚意，也需像我大王一样。寡人若不愿意呢？相如即刻毁掉玉璧，血溅王宫。你，大王息怒。蔺相如他人在秦国，插翅难逃，若玉璧毁于一旦，岂不可惜了？也罢，蔺相如，寡人就依你所言。带着和氏璧率小路返回赵国，一定要亲手交给赵王。五日之后见不到和氏璧，秦王会杀了你的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太阳兄弟，拜托了，拜托你了。驾！我等恭候赵国使多时，请。大人，你给我盯紧了，若有半点差池，我拿你试问。见机行事。好。
胡杨，秦王说了，这和氏璧由我代为看管五日，任何人不得触碰丝毫。你若不听，这玉璧稍有闪失，休怪我蔺相如对你不讲情面。哪敢啊！我哪敢啊！那，您安心歇息。大人还没歇息啊？三更半夜的，喂什么马呀？马无夜草不肥嘛。胡杨，这马夫一路相随，你不认得他了？认得，认得。戴瑶，马匹远涉，异常辛苦，你要小心伺候。若有病灾，休想活命。大人，尽管放心，小人怎敢有丝毫大意。胡杨，马夫喂马而已，何必如此紧张？哎哎哎哎，那你要干什么去呢？客居他乡，难以入眠，信步走走而已。看好了啊！哎，等等，我陪你一同走走。秦王无信，理当归赵。宝玉通灵，必有代药，一切顺利。哼，五日之后，这宝物就属于我大秦了，你又何必如此枉费心机？寡人以香薰沐浴，斋戒五日，你该把和氏璧呈上来吧。请问秦王，割城之事可以妥善？大王有言在先，割城非旦夕之事。如此，我蔺相如也就不欺瞒了。我已经派人将和氏璧送回赵国。算计日程，应该已经到了吧？大王，蔺相如此举也是迫于无奈呀。蔺相如，怎么可能？你天天都对着他焚香跪拜，怎么会是个空盒子？
即可把蔺相如凌迟处死。死到临头，你为何发笑？皆因不辱使命，完璧归赵。相如，死有何憾？还不赶快拉出去！是。如此大国之君，言而无信，岂不要落下千古骂名？快，快！我守赵国时，立相如之托，刚从秦国回来。有事要求见大王。和氏璧呀，和氏璧，你终又回到寡人手中了。这真是上天只有玉璧之灵啊！啊，大王，蔺相如还在秦国，想想办法，快去救他。寡人倒是忘了详细问你。蔺相如现在如何呀？蔺相如看秦王毫无可乘之意，大殿之上宁可玉碎人亡，也不肯把和氏璧交给秦王。秦王得璧心切，无奈答应了蔺相如寻香沐浴、斋戒五日方能献玉的要求。如今五日一到，只恐怕他如何？只恐怕蔺相如是身首异处啊，大王！寡人向来爱才，你若留在秦国，定威仪众人。谢大王赏识。相如身为赵国子民，恕难从命。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你甘愿明珠暗投？相如不以为然。你悔之晚矣呀！绝无悔。蔺相如，你今欲求一死，寡人偏要留你性命，让你亲眼看着我大秦平定天下，到时候让你死而瞑目。哼！大王，不能放走蔺相如啊！一璧一城，以天下皆知，岂能为一璧之力，害了寡人的一世英名？待一举拿下赵国，再杀之不迟。丞相大人，滚开！无用之徒。胡大人，小的伺候您来了。管家大人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管家，管家，管家饶命！管家饶命！
赵国需要栋梁之才，上苍赐我蔺相如，实乃天助寡人也。蔺相如出使秦国，不辱王命，完璧归赵，封蔺相如为上卿，行丞相事，赐宅地一座，钦此。大王，为国尽力，为大王尽忠，乃相如本分，岂敢临此厚赏？既然诏书已下，上卿不必推辞。恭贺上卿，恭贺丞相。同行，同行。将军，将军，相如初登朝会，不慎之处，还望将军多多指教。汗颜，汗颜，廉颇怎敢指教丞相？丞相，借一步说话如何？范转令大人有什么事，就快讲吧。丞相对下官有救命之恩，我岂能不报呢？啊，前番出使秦国，乃是立功请赏的大好机会，所以换转令大人就在大王面前推荐了我。正是，正是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何况是救命之恩呢？啊！换转令大人没什么要事，相如就先走了。不，丞相，下官慧眼识珠，丞相也该有所福报啊！啊！不知知遇之恩呐。吁！何事？为丞相让路。哼！冲过去！上将军让道。看来将军对我心有不服，才有意当众辱我，不能就此罢了。可将相若为此争斗，岂不是国之不幸？这不必再耿耿于怀。大姚，众人面前
不可再提及此事。你歇息去吧。哎，相如兄怎就变得如此怯懦？我候着丞相可怎么当啊？邯郸街巷，人们议论纷纷，说老将军故意羞辱了蔺相如。老朽唯恐小人造谣惑众，日后对老将军不利呀。哼，此事不虚，出口恶气而已。我廉颇数十载沙场拼杀，九死一生，只不过上将军之职。而他蔺相如仅凭一张嘴三寸舌，竟然一步登天，居老夫之上，这实在让老夫脸上无光啊。正是正是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。啊，他蔺相如往日就是门下的一个家臣而已，可老将军战功赫赫，威震朝野，乃盖世英雄啊。啊，不过蔺相如深受大王的器重啊，得罪不起。老将军还是忍让三分吧。老夫生死不惧，怕他不成。我有意与之一比高下，看他如何。数十万秦军向我进发，将军数次与其交锋，屡立战功，此番意下如何呀？丞相运筹帷幄，可有退敌良策呀？大王，以微臣看来，唯有先让秦军一步了，坚守关隘，迅速与别国聚而成势，共同抗击，方能挫败来犯的秦军。哼，敌军来犯，岂能不战而守？大王，本将愿即刻率军出征，拒敌于国门之外。将军，守即是战，守而战之，策略而已。此时迎敌，如迎利刃呐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此时不战，等待何时？将军，如今敌强我弱，不容轻敌呀。只有避其锋锐，待时机成熟，战而胜之。诸位爱卿，将相各执一词，你等可有制敌良策？闻听早朝路上，林将军数次当街羞辱丞相，我这将相如此下去，我等如何是从啊？也罢，大敌当前，不可久意不决。以寡人之见，不妨攻守兼备。所谓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也。兄弟，大姚兄弟，大姚兄弟，你们就这样走了，我如何向丞相交代啊？我等自愿离去，与你无关，还望嫂夫人多多保重。大姚，你这是？大姚兄弟说，你被廉颇将军羞辱的事情，整个邯郸城都传遍了，可你还甘受欺辱，一点没有个当丞相的样子。
站下。你们要去何处？丞相，你都成了全邯郸人的笑柄了，我等还有何脸面在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惧怕廉颇？那么我问你，廉颇和秦王谁更厉害？当然是秦王厉害。那我怕秦王吗？不怕。秦王我都不怕，我会怕一个将军？那你为何处处忍让？秦国灭赵之心不死，我身为赵国的丞相，若为个人意气争斗导致将相不和，岂不正是敌之所盼，敌之所幸？我蔺相如善于人和，退后一步，是以国之利益、民之利益为重啊。戴瑶不过井底之蛙，我错怪丞相了。这才是丞相肚里能撑船啊。大王，边城急报。快呈上来。快传丞相他们来见寡人。好，白起将军果然厉害，日前已拿下赵国十城。是啊，我秦国日日厉兵秣马，又恰逢赵国将相水火不容，攻下邯郸指日可待呀。真是天助寡人也，那赵王也只能坐视我大秦兵马长驱直入。秦军对我深入，廉颇陷入重围，已战死两万多人，十城失守。将军争强好胜，迎敌之锐，铸成大错啊！这可如何是好？大王不必惊慌，火速传令将军，不可计较一城一地得失，迅速撤军。我等自会接应，待双方战事僵持一些时日，待楚魏援军赶到之时，秦军士气怠慢，粮草难以为继，我等伺机反攻，大破秦军。大王，为丞相之计可行？一，哈哈，二，哈哈哈，三，哈哈，四，哈哈，一，哈哈，二，哈哈，停。将军。将军，丞相，将军前来求见。丞相大人，廉颇有罪。将军何以如此啊？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啊！丞相，廉颇自恃功高，骄横无礼，欲与丞相一比高下。丞相高风亮节，多次相让，廉颇固执己见，亲率迎敌，出战就败于秦军。今日负荆请罪，
甘受丞相发落。知错能改，足见光明磊落，令相如十分钦佩啊！如此惭愧于地，岂不折杀了相如？快快请起吧，将军。慢，将军，请。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啊！一个赵国上打不下，何谈一统天下？末将攻下石城，本欲一口坐骑打下邯郸，没想到赵军早有防御，深岩壁垒坚守不出，才致使数月急攻不下。大王，依臣看来，这战事长期僵持，楚魏援军赶来，对我秦国极为不利，不妨暂且休战。岂有此理，就此退兵，我大秦的威风何在？寡人的脸面何在？恳请大王再发兵马，末将即刻重整旗鼓，与其决一死战。楚魏援军将至，非匹夫之勇能抵呀，你要做败军之将吗？相邦不可出此秽语。今日之事乃七国之争，并非只是秦赵之争啊。赵国严阵以待，若我一味拼死强攻，即使胜之也消耗必重，他国都虎视眈眈，若趁机攻秦又该如何呢？那丞相的意思是，不妨会盟于河西交界渑池之地，假以罢兵言和。不可不可，楚怀王武官会盟被我大秦扣作人质，郁闷病亡，故伎重演，那赵王岂可上当？大王尽管致书赵国，若鱼儿上钩，会盟之时设下伏兵擒了赵王，那赵国不战自败，即使难以如此，也可借机重整兵马以力再战。若是鱼儿他不上钩，那他就落下一个秦和赵不和的罪名，而失信于天下，赵国孤立无援，也就难以再与我秦国抗衡了。丞相说了，打今儿起，我还是大秦国使。不知大人有何吩咐？管家，这马车高得很啊。滚！你过来。
都跟我走喽！停车。你等火速通报，大秦国国使胡杨前来拜见赵国大王。哼，异想天开，寡人岂能重蹈楚怀王五官盟约之覆辙？大王，连年征战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深受其害。即使罢兵言和，臣思虑再三，还是会盟为好。丞相，楚怀王之害，不得不防啊。七雄并立，唯赵国尚可抵御强秦，诸国皆观我而动。倘若堂堂赵国之君都害怕会盟之约，那其他诸国只有退而自保，或许取悦秦国。如此，赵国危在旦夕啊。那寡人若是赴约又怎样？国无实力，攻而难克；国有实力，谈而能和。如此，大王前往商议求和，是造福秦赵两国百姓，造福天下苍生啊。寡人就前往渑池，会会那秦王，又能怎样？苍天在上，日月为鉴。秦国、赵国罢兵言和，今会盟于大河之西渑池之地。请。大王，渑池杨少村族长率众乡民求见。我等乃渑池仰韶村乡民，闻听两国大王在渑池会盟，全村男女老少无不欢欣鼓舞。今之天下，邦无定交，土无定主，民无平安，唯秦王、赵王是天下和谐之大道。是啊，连年战乱，国亦不国，黎民百姓岂能不为和谐欢呼？为表百姓心意，特请大王恩准献上乐舞，奉上美酒，为之助兴。赵王可识韶乐？舜帝游览韶山，看到九凤来仪，韶乐由此而取。难道秦王不识韶乐？孔子曰：“闻听韶乐，三月而不知肉味，本王自然神往仙乐久矣。”彼此，彼此。乐起。
寡人兴致未尽，赵王既然通风雅，精音律，何不当众弹奏一曲呢？岂有此理！秦王居高临下，有意辱我赵王。秦王逼寡人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寡人岂敢当面卖弄？本王开口之请在先，赵王弹奏一曲，又如何呢？赵王抚琴，即可送上。赵王，请吧。秦御史书载，秦赵渑池会盟，秦王令赵王抚琴一曲。赵王弹奏已毕，请秦王当众弹奏一曲。本王意欲如何，无人能问。同为君王，赵王能知，秦王为何不能？这音律之事，我大王只是听之赏之，你又如何呀？英明之君为求风调雨顺，年年岁岁击鼓抚琴，以祭农神。秦王难道不是这么做的吗？秦王面前不得胡言乱语。秦王要果真不善抚琴，那敲击盆斧如何？赵王抚琴，秦王即否，乃是歌舞升平之吉象啊！秦王即否，秦王即否，秦王即否。李相如，你休再无理纠缠。秦王，你若执意不肯击缶，此刻唯你我咫尺，相如即刻血溅秦王，你等不得上天。慢，霸王，以暴制暴，暴不止，以强凌弱，弱有巧啊。民意为天，秦王可听见百姓之声？请。以暴制暴，暴不止；以强凌弱，弱有强。以暴制暴，暴不止；以强凌弱，弱有强。赵御史书载，秦赵渑池会盟，秦王为赵王即否？谢秦王。国丞相蔺相如屡屡恶语挑衅，致使和谈会盟难以为续。我秦国五万精兵早已伏于东山，赵国君臣还不束手就擒？秦王果然包藏祸心，毫无和谈诚意，欲擒我赵国君臣。廉颇将军所率八万精兵，岂能答应？大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正是时候。算计时日，楚威严军应该已经到我赵国了。大王，趁此机会把赵国君臣聂荣打尽，赵国就是大王的了。给我住口！拉下去，砍了！大王，我胡杨赤胆忠心，大王不能杀我呀！大王，大王饶命！大王砍！青娘死就老天爷！大王，大王！啊，此人一再滋生事端，毁我秦赵两国之邦交，死有余辜啊！是啊，赵王，这罪魁已诛，误会也就解除了，还是坐下共商罢兵言和为好啊。嗯，为表诚意，寡人愿将太子之子一人入赵为质，解兄弟之好，永享和平盛世。请。永享和平盛世，乃寡人梦寐以求之愿望。为表诚意，寡人也愿意送次子入秦，作为人质。请。大王圣明，大王圣明啊！爱卿之勇，令秦王畏惧。此番罢兵言和，爱卿功不可没呀。刚才探子十万火急来报，我已出援军以拒赵国，三国聚而成事，伺机反攻，夺我咸阳。秦王并非惧怕我蔺相如，我赵国多年来胡服骑射，西退胡人，北灭中山，日渐强盛，国有实力，才是秦王真正惧怕的所在啊。上带兵返回咸阳。是。今日秦赵两国会盟渑池，签书立约，共事友好，互不侵犯。苍天在上，黄土赴任，筑台建碑，共世代见证。渑池会盟之后，秦赵两国短暂和平。17年后，秦国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，坑杀赵国降卒42万，赵国青壮男子死伤殆尽，入质赵国的王孙一人娶赵国女子赵姬为妻，生子嬴政，秦统一七国，嬴政为秦始皇。